欢迎收看国光帮忙。大家好，我是今天的助理主持纯纯。我是格子，我是文，大家好。哎，害羞人，害羞人来。你刚才看哪里？害羞人你又来了，不要害羞嘛。你刚才看哪里？对呀，你怎么来第二次，对不对？嗯。那怎么还这么害羞？不知道哎。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纯纯。纯纯，嗯，纯纯今年几岁？21。现在还在念书。嗯。平常有在打电动玩具吗？没有。你会不会很讨厌男孩子一直打电动玩具，然后不理你？一点点。会哈。嗯。你觉得一天男孩子可以打多久的时间的电动玩具？嗯。4-5个小时。你好人呢，你好人呢，可以耶，真的，哦，你是好人。对啊 ，OK 啊，你是好，这是官方说法。他说真的交往4-5分钟就翻脸，4-5个小时。人家半夜傻眼，他4-5个小时很害怕。我们说，哎，好人，他说，哎，我怎么了？不是，加油，必须，加油，加油。好了，讲主题，快点，来。电玩美女是男人玩 game 的动力。哦，是的。你可以重新。人不见了。OK， 其实电玩美女是男人玩电动力，我觉得不是。哎，其实是附加而已吧。不是嘛？我们玩的 game 哪里有会有美女啊？我们玩都是那种现代战争，打来打去。对啊 ，Call of Duty 那种。我们玩赛车，够赛电玩也没有。赛车有啊，赛车。对啊，赛车有啊。那种女的出来赛车围棋，哇塞，跟真人完全一样，我真希望走出来。哇塞！总算就吓到床了。现在好像是那种什么寻宝的啦，都有宝剑线上的，线上对线上线上电玩 ，online game 什么女战士啊，那种很凶悍的，也找那种漂亮的女生来扮，就根本意思就不一样。宝哥让你玩电玩啊？宝哥，宝哥什么关系啊？宝哥已经正式宣布要跟他分手。对，真的。什么原因？因为你打电玩打太久吗？我什么时候跟包哥在一起？你干嘛搭腔啊？没有，不会啊！我之前会跟包哥就没有分手。哎，我跟在一起转地下哦，地下情，怕被拍到哈。一人，今天怎么4个主持人啊？你干嘛加入？不是，Gino，就是你会不会觉得最近就是一些广告拍出来的，跟其实跟 game 本身没什么太大的。关系结合，对呀，就是硬要弄两个，你知道？对，胸部很大女的，不管干什么就一定要胸部大。不过前一阵有一个广告拍得很好，也是很上烂，哪一个？他好几个 model 一起拍的，那个射线，我知道，女战士，那个就很厉害哦。对，那个是非常高品质的一个广告，而且他拍出来，他并不是说强调说这是谁，这是谁，这是谁哦，嗯，他是每一个人一个角色，他没有强调，他也没打说这是谁，对，就他们几个出来演，但是他没有强调，就好像是一部电影里面的人一样。你们有没有女朋友因为打电动玩具的时间跟你们翻脸？有啊，一定有啊。我那个时候就是当兵放假回来的时候都在打电动。对，我都在打电动，因为我真的压抑了很久嘛。嗯，然后我女朋友就是在，其实不大好啊，就是她感冒，是，然后我就说没关系，你就睡在我旁边嘛，你就在旁边陪我，你怎么不病死算了。对啊，然后我就没有理她。然后就有一天我回来的时候，她已经冷了。哦，不是，身体变冰了，真的死掉。没有，我就发现我家里的东西都被搬光了，然后只留下一张纸条。嗯，他就说：“你既然这么爱打电动的话，你就好好的跟勇者斗恶龙交往吧。”他把他自己东西搬走还是搬走？他把他自己东西搬走。那 OK 啊，你不是更电动还在吗？还在，那就好了。你还能活下去啊？可是呀，你女朋友不够狠，我要他把你所有鸡洗掉。好狠！谁？我讲这一招，我讲各位女生记住了，你想复仇吗？不要破坏他的电玩，把他的记忆卡洗干净。这个真的不要碰他的奖，我的200个小时就这样没了，也会这样。真的，这一定崩溃，而且他不会想再玩，因为你已经玩200小时了。这样从头开始，算，你知道吗？玩别的。这个女生，我这个意见你们一定要采纳。这一招太狠了，害死很多。谢谢大家，谢谢。现在我知道，谢谢。不然男生会公干你，我可以这样。真的，教女生，今天部落格被灌爆，我跟你讲。真的。不过我之前女朋友就比较冷静型，我大学都打 CS 嘛，嗯，那从网去网咖都是包台5个小时100在淡水。哦，你会去网咖啊？会，那个时候因为网咖速度才快啊，大学我就跑一跑，我停住我就被他砍死了。然后通常玩到半夜，然后会就是
会想去找，通常会找他约个会，吃个东西，会常打给他说，哎，我现在在练舞，我在干嘛？讲的奇奇怪怪的理由，他也知道，他说，好，他也都没有发怒。然后直到有一天，我就是比较好 ，OK， 那天打得很糟，一直被狙击枪被秒杀，然后我就找他，然后我就说，哎，你今天我们去吃个东西这样，他就说，哎，今天打得怎么样啊？我说，哦，很好啊。他怎么会很好？你今天不是一直被狙击被秒杀吗？我说，哎，他怎么知道？他也会玩，那个就是他。哇塞！你被他秒杀，他为了我去练狙击枪。哇靠！然后把我一直秒杀，一直秒杀。哇靠！而且他会打名字吗？什么中队的谁谁谁，他就是找你那个名字。哇塞！而且都是 LAN game 嘛，就在那个区域嘛。各位女生，这也是复仇的好方法。然后把他干挂，他不能玩。真的，好，我就当时那天我就不想玩了、啊，就真的跟他约会了。哦，对，就是被他爆头，然后短期之内就打不赢他、欸。其实另外一个角度来讲，他太爱你，为了你去练这个，练的比你还厉害。没有，后来他比我还疯，他发现他有这方面天分。我找他找别的狙击枪。我最讨厌女孩子讲什么呢？就比如说我们在玩电动，玩的好好的嘛，也没有很久，正在玩玩。这有什么好玩的？玩电动能吃吗？玩电动能生活吗？什么？好扫兴哦！我们玩电动就是要放松，不是要生活的，对不对？你干嘛讲到这么狠呢？对不对？我跟你讲，你眼睛又瞎掉，什么什么，不是嘛？我们玩一个，对不对？我们要适可而止嘛，对不对？放松一下、哦。而且就是有时候最讨厌他阻止我们，是永远都是在你即将过关的哦。那最讨厌，因为已经要过了，你不要打，不是你不怎么这个打。就会发怒这样。所以说，女孩子这你要看一下，看我们差不多要过关的时候，你。刚一过，我们刚刚下一关，你阻止我们，我们立刻妥协。记录好的时候，对嘛？你不要这样子。今天我们要介绍真正的电玩美女了，希望现场的所有男性还有电视机前面朋友是男性冷静，好不好？欢迎第一位。我有印象，刚刚讲的就是你的 slogan， 你就是讲他、啊，对对对，阳光会管瘦瘦的，最最最最红的就是你啊！对，哎，我可以摸摸看你这衣服吗？我想摸。我摸哪里啊？我可以摸摸看你的腿脚。没有啊，这是软的，很可爱，什么做的？哦，哎，真的是软的，对啊。可是它拍起来还蛮像金属的，对对，这样看就蛮像那个光泽，很精致哎，这个衣服这一套，对啊，好，很好看哦。嗯，绯闻挥之不去，爆红无烟一堆。线上游戏游玩不可帮忙。你们那个广告，就譬如说我面对镜头，它有两个女孩子都在跳，都是你的，嗯，一个有戴这个，一个没戴这个，对不对？对。像我现在的这个是战士，战士对，可是它可以马上就是脱掉这个盔甲，就会变成法师哦，可以变法师，因为这个游戏就是主打双修，一个人可以练两双修，什么？你要小心，这些会谁跟谁，谁跟谁，他们想要灵修那种东西。那有没有变成在海边的女生？没有，没有这游戏。可是他有时装，然后如果他的时装是没有穿衣服，他是比基尼。来，请问你的三围是？我是32D 23 33，第一有32，哇塞哇塞，身高163，身高163，体重45。哎，你可以把这个肩膀这个道具脱掉变法师吗？可以，可以帮忙容易脱吗？还蛮方便脱的。这肩膀不用帮忙，不用帮忙，你看我要帮忙，就这肩膀。想要帮我？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哦，帮拿嘛。那他可以马上脱掉。一等兵，是美国陆军。广告的时候就是说，希望可以就是很快的变成，是，对，我看我就打，哦，那个谁要帮你呢？这里吗？哦，那个，哎呀哎呀哎呀，哎呦，这样就变法师了吗？就会变比较法师的感觉，这样没关系，没关系。那还可以变成什么？没有没有比基尼，不好意思。就这样，这样就好，先这样，这样先这样，那就是这样。OK， 这个也要脱掉，因为这是盔甲的部分。是是是，我现在是法师了。哎，好好酷哦！小汉人太丑了。好，脱完了。你那样子好像北海小英雄。你干嘛？腰围够吗？腰围可以吗？很多宅男。他用颠倒了啦，是这样。随便讲句 slogan， 妖魔鬼怪说 slogan。
不行。无法。我们一直以为他这个服装哦比较简单制造的状况，嗯，好细致啊。对啊，蛮繁琐的哈，哦。嗯，繁琐。而且这种都纯手工做的，对，它这一定要纯手工，这厉害。你看它穿起来舒服吗？你看它靴子，嗯，还蛮舒服的，因为它这个设计师就是非常体贴，对，他连安全裤都帮我们准备好了，照你的身材去做的嘛。你代言过几个店玩？三四个吧，三四个，三个，之后还有一个，可以这样吗？像你代言这些店玩这些服装之后，是不是都送给你？不一定，也要看是他一直在穿，你让他穿，其实穿不下，你让他穿。好，就是不一定要看是就是像这一套会不会送给你？这个还不知道哎，因为之后还有活动。那个对，可能我会熬他吧。这很漂亮，不是不送给你，别人也不一定可以穿啊，穿不下，对不对？哎，不是，其实那一片没有遮住哎，我就跳。我们就双休吧。你问题什么？一起打怪，真好。那我们去打怪。哎，好，那我们现在这样，你在现场会遇到像这样奇怪的？在活动的时候。我要问他什么？其实遇到怪怪的人是会有。什么？他们是对你做出什么行为？是现场的吗？还是游戏里面的？现场，先聊现场。现场的，就是曾经有人就是会说，哎，可不可以跟我就是自拍一下，然后就自拍靠很近，然后他这样捏了我一下大腿。啊，还有，然后我就惊吓到，我就从此以后我就人家问我说可以合照，我都不敢。哎，你有没有想问我的感觉？我都不敢，刚也有点吓到。对不起，捏了我怎么回事？我们也是电玩的好不好？这样算是职场的骚扰怪物。那你这样好像张飞哦，不是那个飞哥啊，不是桃园三结义的张飞哦，是吗？哦，其实帮我带全身好不好？你这样没有拍到我的盔甲，这样我很生气。张飞，我给你穿了盔甲。张飞。其实蛮帅的啊，穿在谁身上都会变很帅这一套。没想到我腰还跟你一样粗，他是低腰啦。哦，我穿低腰，你穿高腰。我已经在肚脐上。还有遇过什么奇怪的人？像玩游戏的话，有玩游戏的话是。因为我从国小就来玩游戏了，然后国小的时候，那时候其实不太有女生玩游戏，对，然后我只要一创女生的角色，就是会被人家骂人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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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有一天就是可能不服气吧，就有人就跟我讲说，不然你开视讯啊。然后我就一开，然后一开就看到他的不堪入目的画面，哪里？就是他有裸体就对了。对，裸露某部分就对。他在做动作吗？是这样吗？他在做动作吗？嗯，没有啊，我看到的时候就是看到整个下体。对，然后我就吓到，我就马上就是，可是我装傻，因为人家说就是遇到变态要装傻，然后没看到。对对对。对，我就装傻，就然后没有看到。啊，你是小蛇怪？不是啊。马上哭了嘛？没有啦，我就假装没有看到，我就装傻说，哎，我视讯坏掉，我马上关掉。而且对啊，你视讯就算看到尖叫也没用。对啊，就关在两个私密的空间里，然后就离线就好了。对不对？不可以离线啊，离线就没办法练功了。哦，对，没办法练。哎呦，我好宅哦，糟糕。不会，那我们那边有个很宅的国小，我们一样是从国小开始玩。你国小还是看到的不会就是你国小跟他国小？对，你们两个你跟我一样吗？差异了。他国小，你高中有男朋友吗？没有。为什么呢？对啊，这么漂亮，太宅了吧？那万一你的男朋友跟你一样，每天在打电动，不太交谈，怎么办？就双休了。我可以一起练功啊！一起练功哦，可以一起练功，真贴心，多好，那么漂亮，爱打电动，我第一次看到。对啊，这句话一讲，你的那个欢迎度就提高了，真的，真的吗？好嘞，耍三个最性感的。哎呀，哎呀呀，你的电动玩具的姿态，预备，请一，哦，二，哇哇哇哇，三，哇，可爱又可爱。好可爱，嘟嘴，哇，这个最后还有一个嘟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没有，为什么？我们讲你可爱不开心？不知道哎，会害羞，要讲性感，哈，哇，你手哈，好不好？我感觉好奇怪，所以你的男生应该很多吧？但是看不到他人啊。哦，其实还好哎，真的，没有什么罪。学校至少学校很多吧，客气，学校没有，
学校没有，因为化妆品系都是女生。你们这些男人都瞎了眼了。别的科系啊，不会来追你。嗯，体育系的啊，没有人追，只有人看到就说，哎，你是不是电视上面那个的那个？就这样。他问完就走，像我一样哦，我这种，然后可是都没有人追，没有人敢进一步就对了。嗯，没关系啊，现在今天上我们节目，大家就会来追你。你很渴望恋情，对不对？有一点点。多久没谈恋爱？多久没谈恋爱了？不知道哎。有没有一年？就是蛮久的，算不清楚了。有没有一年？应该。你是说单恋吗？不是，就是真正有对象，双休。男朋友，双休。你好意思讲这个？你好奇怪。你讲，你嘴巴讲出这么快的。怪老头。他现在的角色是怪老头，没关系。好吧。就差不多有一年吧。差不多。快一年，怎么可以空窗一年？快一点，大家男生赶快去追他吧。对呀，郭兴追你会考虑吗？先看几次约会，先约看看，真的吗？因为还不了解他嘛，因为我蛮看个性，看感觉的。聪明，对。Gino 跟郭兴，你这样一眼看过，你挑一个，对谁比较好？一定要挑吗？对，挑一个。就假如谈恋爱，哇，在思考，在思考。郭兴吧。为什么？我只能说一句话，你太投机了。坐下，桌脸，我要听他讲为什么。哎，你说，比较喜欢短头发的。哦，短头发比较精神嘛。对，比较像男生的感觉。郭兴是运动，郭兴在腹肌给他看一下，看现在吗？快点啊！好害羞。我要黑甲吗？不要，撩起来就好，撩起来就好。有没有？空空空，为什么空空空的时候最后放大？对不起，我本来想帮你啦。摆 pose 道具加分，误会造型让人尴尬。哇，好傻哦！哇，用斧头的这样吗？哇塞！你要上节目，记得带个胡萝卜。胡萝卜？鱼吧，我是猫。我光帮忙。电动，你这么爱玩电动，是你们家族遗传的？你们家都很爱玩？对，我们家都很爱玩。从谁到谁？我爸妈都很爱玩。像我第一款游戏就是我，其实我第一款游戏是我爸妈吵着要我玩的，然后爸爸玩金庸，妈妈玩天堂，然后他们就是。玩金庸，妈妈就说叫我去玩天堂，所以到最后我就必须全部都要玩。而且我妈还蛮厉害的，她是那一个伺服器里面第四个招匪师。嗯，听得懂吗？听不懂。就是反正就是法师是前四强，对。OK。所以你代言这个电玩，他们应该很开心。全家人哇，放鞭炮，举国同欢了。没有啦，现在已经没在玩了。可是像这款游戏，我自己本身也有在玩。嗯，是。对啊。你爸爸几岁啊？60年次。这么年轻，年轻哦！你爸比我还小，这么年轻，对呀，40几而已啊！哇靠，40啊，40，刚好40岁啊，40岁啊！啊，对哦，对，那你爸妈很早结婚呢？那不就18，他是18岁就结婚了，40扣掉18就结婚，就生你了。嗯，叫哥哥，为什么是哥哥？我是你爸的哥哥。阿贝阿贝，你都是阿贝，他蛮机灵的。我18岁结婚，现在小孩子比他还大，酬劳好不好？酬劳，其实我觉得游戏公司的酬劳都没有说非常多。那你玩这个 game 钱，他会给你很保护，对啊。也不会，对，因为我们很非常讲求说一定要公平，所以我没有什么特殊的待遇，我自己也都超拼的练。你们这个酬劳上下限大概在什么状态？是多少钱左右？5万到10几万吧。哦，就看你新是不是新人了。是，如果稍微新人一点，如果你是艺人的身份，你本身有知名度，再加代言，就是几百了吧？那就是广告了。对啊，还有衣服穿的多寡。对，这个有差，因为之前有可能衣服穿比较多的就没那么多钱，可是可能穿比基尼啊、内衣的就会比较多。你这一套算多了吗？酬劳这一套比较多，如果以价钱来讲算多，可因为这一套其实还蛮保守的。哦，这样穿你就会保守。电玩来说，因为电玩还蛮露的。事业线已经露成这样了。对啊。可是电玩很多比基尼啊。哦，电玩更露。你有没有去看过那 cosplay 那个多恐怖啊？
那些不是代言的，他们穿的，哇塞，哦、对，怎么样、啊？修 girl 吗？也不是修 girl， 有些那个 cosplay 他们在玩，自己做那个衣服，小见到一个，哇塞，火舞，哦，那就两个，就是直接两贴旁边而已啊，没有穿钉，就是直接穿钉子裤子啊，哇，那个，对啊 ，cosplay， 哇靠，你有见过盟友吗？哎，我自己其实没有见过盟友，哎，都是陪我爸妈去见。国勋，你见过盟友吗？我见过啊，可是我后来不敢碰了，因为我知道，像我一个朋友嘛，我一个男生朋友，他为了要跟人家要武器哦，他就上网讲说他的名字是小辣妹，很过分，用这一招跟人家要武器，所以我其实不大敢碰这个装女生就对了，对，装女生跟人家要武器，要钱，要天币这一些，用爱的塞那一下，他跟你要武器，要天币，要钱，你会给他吗？我全部都给你，哇塞。哦、我都跟我盟友说，哎、欸，你要不要给我？你要不要给我？但是你要脱下球的都给他，对他都不给我，对不对？不要乱要东西啊，有时候要付出代价，对，小心，嗯，好不好？好，来，请坐，谢谢，欢迎二号。你知道我在节目上去学你们讲 Jimmy 被人家骂到臭头，真的不会，不用我讲。对啊，我表演一下。哎 ，Jimmy， 一巴掌。Jimmy 这个东西是现在非常流行的啊。Jimmy 就是你，就那个广告。嗯，对，也是他们想说要这个，就语助词 Jimmy 可爱可爱的。你的三围是31、23、33。一对一三十一呀，反你听了吗？三十一，对啊，我以为是三十一，没有这个一呀，三十呢？三十哇，太强了！谢谢光临，谢。哇塞，你是萌兽？萌兽系猫娘。萌兽系猫娘，你们的游戏大概是打什么的？我们是那个从未来，然后坐时光机就穿越时空，然后到古代的一个冒险游戏。可是其实跟我这一身装扮就是没有什么关系，对，主要是因为那个广告。哦，所以你现在是广告的造型吗？嗯，猫。嗯。所以游戏里面它造型是怎样？造型就是比较偏古代的，就是古代的装扮。是，但是有性感吗？有，也是很辣，也是有。对，你这个算保守了，在里面这个很保守，这很保守，所以你这个路上在走都没问题，就是很可爱的那种。Jimmy，那你为什么会被人家骂死在那？是在哦，因为那时候就是我玩游戏，我会玩我自己的线上游戏，然后没有人相信，因为可能现在的代言人都不会玩自己代言的游戏。是，然后那时候上去我就打某某，然后就有人看到就说。哎，他的名字上面打某某，哎，然后就公开屏开始聊说，他应该是哪个死宅男吧，还是哪个人妖之类，就在那边一直骂一直骂，然后就说我是真的某某，然后他们说，哎呦，你赶快下线啊，不要在那边到处某某，我看你是某某吧，之类的，然后一个人搞错，然后我就讲不赢人家，我说好，那五分钟后粉丝团见，我就把他们刚才骂我的东西全部都贴到那个，对，就是拍起来。抛在那个粉丝团，他们就说他真是某某，哎，怎么办？然后又突然不，他是 NONO， 不是，没有没有，他说他真的是某某，拜托你把他删掉吧，我求你，他真的很怕被封杀。他们就道歉了，对，就道歉说对不起，我错了，我知道你是本人了。嗯，对。你们玩线上游戏会表明身份吗？不会，我之前有，你会哦？不会哦？你都讲不会，我怎么讲？没有，之前是玩那个线上游戏，有玩扑克牌的嘛，嗯，斗地主那个，然后我就直接放我的照片，我就写 Gino， 然后就碰两个状况，一个是刚好碰到我朋友，不是朋友啦，碰到粉丝，就是说你马上把照片拿掉，他怎么可能来玩这种游戏？他们偶像是不会玩这种游戏的，真的神经病，而且是骂一直骂一直骂，我说我真的是你哪位？他说我跟他跟了这么多年，你不是，怎样？你讲话方式根本不像他。跟了这么多年是什么意思？就是可能从我出道，对，然后刚好在同个游戏碰到这样。然后还有另外一种就是男生嘛，然后他就说你放的照片很无聊哎，我说哦我很喜欢 Gino 不行吗？他说你要放你放的红一点，你放过气。然后 Gino 趁机吃个饭 ，Gino 妈好包伟明，我开心鼓励一下。然后我就哎那时候真的被伤到，伤到，伤心。我合约出问题不可以，很奇怪，因为那答案太真实了。对啊，然后可是。你的回答也太真实了，不可以这样。你不会就是那个跟我在玩那个线上游戏的人吗？上次郭鑫，我告诉你，就是你啊！不是，你觉得你？
你红还是基隆红？没有没有，不是啊，我有感。这个问题一定要回答。对，你觉得一定要回答是基隆红？现在，我觉得我比较红。他现在真的比较红了，来每个月冲。没有，还有啊，我现在练习故宫之后我红了。对啊，原来是这个样子，他们就红。哇，连内蒙古骑马都在问，真是把那个包括民众关心在一起，关心激动在一起。我们聊骑马，然后在沙漠当中还在聊这个事，他比较红。哇，我让你谦虚，你谦虚。对啊，来，某某，美女玩网络游戏有什么好处？哦，就是不会被杀，我很少死过在游戏里面。他们都会杀男生，就是他们看到我名字都不会杀。哦，是因为你保护你。对，而且连打仗，就是我们会。有两个国家就会一起打仗嘛，然后我都会在旁边，可是因为我等级不高，我没有办法杀别国人，然后我就会跟在旁边，然后别国人已经把我身边杀三四十个，就是为了保护我的，已经都杀光，我想怎么办，没有人保护我了，然后那个敌国就冲过来，杀气腾腾，就看到我名字就你好，然后就还放出那个示好的图示，然后就走了，哎、就完全都不会杀女神的嘛。哦，好好，就完全都不会杀我。你有人这样对你吗？像有在野外跟村内嘛，然后就是如果我在挂，因为我们有内挂，所以我挂在外面的话，会有人就是在外面保护我。哇，因为他们会有的人会杀挂机，然后有的人觉得我是。盗用这个名字的，因为我也是直接用我的名字在上面玩，所以有人专杀你，有些人会保护你，因为专杀我会以为是盗用。哦，对啊，因为其实我的名字是真的被盗用，我用的是像我瑞妹妹是被盗用了，然后瑞妹是我，对，哦，然后他们有时候会以为说瑞妹妹是不是就是以为我的是不是被盗用的，然后就会杀他。是，可是前面有时候杀错是杀成我，真正杀到了，就在那边呼吁一下，对不对？对，OK， 那就像你们玩这个，像男生知道你们啊，那女生知道你们会不会杀你们？对，动乱会吃专门杀你，会不爽哎、欸，因为像我只要每次一上线都是洗版。就是一盘那种，然后画面都是就是讲话的话，然后就是只要人家一流就很快就啪啪啪啪跑到上面，然后就会有女生就会很不开心说，为什么我只要一讲什么马上被刷到上面，然后她就真的很不爽，就说你们干嘛一直捧某某啊，她搞不好是就是人家花钱请我上去玩的，搞不好也不是本人啊什么，就在那边一直骂，就后来那个女生就是被大家通气，就去找，对，就直接通缉他，就去找他，就杀他。哇塞！看一个人在游戏里面一直逃。对，他就一直被杀，然后复活杀，就会有人在那边堵他。本来就是讨人厌嘛，干嘛嫉妒人家，对不对？就是会一直大骂。妹，你会吗？是有别人公婆为了我吵架。因为我还有用阿西，因为打副本比较方便。阿西就是知道吗？玩些戏应该知道，阿西应该君龙比较懂啊。就是他是语网络语音。哦，你说过那些阿西啊？对对对对对。然后就是我就听到阿西，对，然后就是我就听，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社群的地方，然后就大家都会听到对方讲什么。就有一个男生就说：“哎，我要去挂网了，然后他要去看我，然后有没有被人家欺负之类的。”就他婆听到就很生气，就我就听到他们两个在现场吵架。然后还别的人就是安慰他们之类，我都完全不敢讲话。哇塞，他们的威力好大。我靠，他们玩到这么沉迷啊。对，大家喜欢到他们沉迷。我靠，太疯狂了、欸。以前那个什么就是 CS 疯狂的时候，大家是一见面走到之后就开始，就在那个开始前面大家就跟滴一直打。然后讲话都是靠那什么 RC 在讲啊，都不太去别的地方。我说我店里生意变得不是很好。生气。来，请坐。谢谢。Host 太撩人。忙。来，欢迎第三位电玩美女。捍卫人气好吗，小三？哇塞，带车一样。哎呦，十二位，好猛险哦。等一下，你这衣服是透明的？对，它转一圈给我看看。哇塞，你叫做蛋蛋？对。对不起，我看一下你的刀子。还蛮重的。12、欸、是真的哦，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哎，没开刀哎，没开封而已。这是12，这是人刀吗？12，请问一下，你随身道具哦？对，是我的道具。请蛋蛋，请问你三围是？32C 2233。OK， 165身高。对，身高。您代言的这个游戏叫做？
小三车。小三车什么意思？小三车，就是山上的车的三车。对对，那个车子的车。嗯、对，那我们就是我们自己游戏里面有很多联盟，就是有人妻联盟，然后还有那个小三联盟。对，然后就是大家就是联盟对联盟，然后对抗。哦。对，跨度。对，就可以车来车去。你有动作吗？怎么开？我动作的话就是哎呦，啥啥啥。不是，我是那个，我是超时空美女武将，我是最高，收反了，收反了，收反了，是武将吗？他一般插不进去，那你怎么得到这种代言权？因为之前我就是有主持过电玩游戏 ，OK， 对，然后我们那个跟游戏公司就是有认识结合，对，所以就得到这个代言。Okay. 所以你这一套装扮算是古装还是时装？我是古装，古装嘛，对，我是武将，然后有点走日系风格，对。哦，你是武将，我是武将啊，林斌啊，黑的马是武将，他就忘记给我，嘿，帅气，能长能短，所以不要游戏里面都是女生啊，我们基本上全部都是美女，就是美女，美女在对话就对了。不一定哎，不一定，就是还是很多男生玩，因为他们就是可以进去选美女的角色，哦，对对对，啥、okay. 嗯？那不很怪。圈很喜欢这种游戏，赶紧要给他。他很喜欢选，都超多美女的哦。这游戏多久了？这游戏算是今年的，对，大概半年左右。他在网络上还蛮红的，还蛮红的。对，你有遇过怪粉丝吗？有啊，像我之前、就是，你拿这个还有会遇到、哦？不是这样子，就不是这个装扮，就是我是活动结束，然后去那个星光三月那边找朋友，对，然后我就突然就接到电话，他说：“丹丹你在新一区对不对？”我说：“嗯，你是怎么会知道？”然后说、他就说五分钟，然后就挂断了。我想说是这样怎样特务是不是？怎么会突然怎么挂断前讲一个五分钟？对，他就说五分钟，结果过了五分钟，然后就大概十几个摄影师，就拿着相机，然后就包围我狂拍。对，我想说，怎么会这样？我很低调，我就完全没有说，哎，我要去哪里，我要去哪里。五分钟是一个暗语吗？他是，对，他就是说五分钟，然后我想说五分钟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啊，好像而且为什么原来是五分钟后就到？对，马上到，对，五分钟马上到，对，我就觉得怎么这么莫名其妙？那以后出门都带这个，要先佩戴一下。冲过来，冲啊，冲啊，冲啊！那他刚刚讲他们在那个线上游戏啊，女孩子打美女打都有好处，你打接下来是什么？我在因为我其他的那个游戏代言的话，就是有之前有代言过一款麻将游戏，麻将对，然后我上线的时候，因为我们游戏里面可能就是有一些小礼物啊什么之类，然后我每次一上线都会有粉丝大概十几个，然后送我别墅或是钻石。你说，对，那你说别墅电脑里面的电脑里面有小礼物，钻石，那我脱光我也要代言了。可是我们那个就是那个别墅跟钻石都是市价大概10000多块钱。哎呦，哇，哦，那也很嗨。所以你们这个游戏里面的这些宝物都是要真的钱去买、对，是用真的钱去买的。交给谁呢？这个钱？这就是给游戏公司，然后买那个电视。就是你们有一些密码，有一些卡基点，那个要真钱去买。对，都是真。对啊，就去那个电商店都会买那个基点卡、啊。哦，难怪不是有一阵子听说那个游戏的什么宝物突然被洗掉了，不见了，他们就翻脸、翻脸杀人，就找那个电玩游戏业者理赔，对不对？对对对。因为他们花很多钱呐、对，因为都是真的钱去处置的。是。对。那你们这种有没有出公仔啊？公仔会，我们会有一些小的公仔游戏，就是小的公仔，然后那个玩偶都有。是，就是里面的人物造型。对，人物的造型。但是不性感那种，是可爱的。哦、OK。也是有啦。有性感的、有啊，就是像日本那种嘛，我们在说。不可能，就是脱光，可能还有小内裤呢，但是没有啦。对。就是他、你看的是哪种啊？我刚讲的是那种玩偶。有一些公仔，然后它是真的可以脱掉，然后真的有 bikini 那一种，就是宋一鸣收集的那种。对，名字说出来。有收集拿过，拿来过节目哎，情色派那种。对对对，德基利，蛋蛋，你拍过像 A 片一般的游戏广告？对对对，因为我之前我是在里面是一个角色，什么呢？蜘蛛精。演给我们看一杯，怎么演？他那个很恐怖哎，因为我们当时我们不怕，我们不怕恐怖，也不是恐怖一样，我给你就是比较情色一点。来，你们大概是说试镜的时候吗？
电影就是你真正在演的时候了。真正在演的时候，我们就是对着镜头，而且那时候超级无敌，就因为它灯光是很暗，然后我们全部在牢笼里面，然后就放那个煽情的音乐。穿什么？我们穿，因为我是蜘蛛精嘛，然后就是小可爱，然后皮短裤，然后上面就是绕一些缎带之类的。那你怎么演？怎么样动作？缠住吗？还是这样去动作？他我们那个很就是很猥亵，你就感觉像是拍 A 片。你现在猥亵一次给我们看，确定没关系，我们觉得不猥亵啊。对，就是因为我们那个就大家都知道你只是在演。对对，那灯光，然后那个导演就说，导播灯光稍微昏暗一点。对，导演是说你要把那个摄影机当作是你的男人，然后你要勾引他，然后就一直抚摸自己。开始，灯光昏暗了。挑逗对方，对，就是挑逗对方，然后你要进入那个状况。他怎么会自动出窍？想干嘛？吓了一跳，想干嘛？现在要改三个哈，就是令宅满疯狂的性感姿势或者表情。好，带着你的啊。我可是我这个游戏是比较犀利一点。好，预备，一，哇，好犀利，哇，好狠，哎呦，好狠！你看他眼睛，我靠，三。靠，好邪哦！好邪哦！哇塞！哎呀，好，姐姐，谢谢，可以啊，可以啊。用斧头用。斧头。试试看嘛。斧头很 man 呢。没关系呗。一，我以为真的来。哦，是。哎。二，含住斧头。哇，斧头可以，也可以摆到胸部这边。三，夹住斧头。夹住，看这样吗？哇塞！敬业，非常敬业，高度的配合，非常好。康哥，你干嘛一直端小孩子斧头？刚用过嘛，对不对？你小子当斧头当得好啊！来，他等下斧头真的回答你。对啊，可以。因为我没有东西哎。没关系啊，你就不用东西。对，吸管给他。一对，性感器，开始一。耳朵。优米，走路上摔倒，你也到我卡到，好不好 ？OK， 优米上节目记得带个胡萝卜。胡萝卜当道具啊？鱼吧，我是猫。感情不承认，套话好容易。有没有男朋友？有，他这样就是有了。男朋友，男朋友，第四回。麻将系列 ，OK， 卡哇伊三围是。32D 24 4 3 4 4。都很厉害哦，二十四你腰算细哦。还 OK 啦。OK， 代言的游戏是你游戏里面有动作吗？有啊。什么动作？就是刚那个是吧？不一样的。好，那你比一下。他就是要摆一个这样。哇塞，好可爱，就对了。哇塞，哎呀，好被子，舒服。你代言的是麻将游戏，对。但你代言三个。对，我代言三个，这样可以吗？我一开始也觉得说应该不可以，没有，都其实都隔一段时间了。哦，那就可以了，同不同家的啦。对，就不同家的，但都是麻将，对，还蛮开心的，因为就是有听到，就是有的 model 就是说，就是他代言过同类型的，然后另外一个厂商就不找。不要，那你表示你做出口碑了，真的生意好啊，希望是，对不对？那你当初是去试镜是用什么样表情赢得这次代言的机会？坐下来给我们看好不好？预备，好，开始。哎呦，十里八镇，哎呦，抱歉，装无辜。哎呦，可爱，可爱，我错了。哎呀，哎呀，哎呀，咬我！哎呀，我咬你，赶快来！哎呀，哎呀，哎呀，是我。哎呀，姿势太短，不好意思。要修改。有一个粉丝最喜欢你的姿势，让你吃尽苦头是什么姿势啊？不是粉丝啊，是厂商。厂商啊，对，就是厂商都会要我跪着。
然后跪着拍，然后就是因为他们说宅男很喜欢跪着的姿势。对对有点像女仆的感觉，女仆女仆，哎呦呦呦，哦，就是这个，哎呦哎呦，厉害，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继续，徐哥，徐哥，这个视野好好啊，可以吧？哎呦，真的也行，换边换边换，哇塞，你这还照顾我，又是徐哥，徐哥，不好意思，哎呦。少数人也是人，好不好？后面后面，朝天凳对抗哥。后面后面，不需要不需要。好，好起立。所以他们摆的 pose 就是引人遐想的那一方面，就是跪着这样子。那你比如说，人家会一直希望你去打你的游戏吗？人家是指就厂商有没有希望你学会麻将这样子？不会耶，他们都说只要就是摆 pose 就对，偶尔上上线，然后就是对，就是跟他们说一些鼓励的话。鼓怎么鼓励？为什么要鼓励？加油，打麻将加油，一定要胡哦，多加一点，多加一点，然后一定要选新月的角色哦，可以帮他换造型跟衣服哦。哦，打麻将换衣服，他的角色啊，哦，那赚的钱可以帮你换衣服。对，就是可以选，然后他有一个储值的那个，就是要到 Seven 去买他们的产包。哦，那平常除了你就是不打麻将，因为你不会嘛。嗯。其他的线上游戏你会玩吗？其实我这游戏白痴哎。哦，真的假的？啊，真的啊。游戏白痴，有没有男朋友？啊，有麻将就是有。男朋友，男朋友会不会玩游戏？不会，男朋友也不会玩游戏。对啊 ，OK。不晓得是不是因为我不会玩游戏的关系，都交不到会玩的。在哪里认识？不要这样讲，不要这样讲。你这男朋友在哪里认识的？朋友介绍的。哦，那你就是有男朋友，男朋友没有。你个性还蛮啊单纯啊，很好，现在女孩子没有没有没有骗你，我们闲聊而已啊，对不对？嗯 ，OK， 好，谢谢。好，目前四位哈，都是现在线上游戏来讲代表性人物，最火红的。对，郭鑫这四个游戏，是你看到这四个代言人，是你会想玩哪一个游戏？玩哪一个游戏吗？哇！可是我想要玩麻将哎，是因为心愿的关系吗？要是因为这个人才决定哦，不是因为那个游戏。这个人是不是吸引到你会玩那个游戏？哦，还是麻将，还是麻将哎。哦 ，OK， 我会想要玩麻将，因为他跪着。不是，金总，他想当主人，你知道吗？对，女仆一样。金总，你会想这四个，你会吸引你玩哪一个游戏？第一个吧，第一个，因为我觉得他好像真的会。你少来，真的真的，没，你少来，真的啦，你刚刚多激动，你就爱这一款哦。他看到你至少会跟我聊包哥嘛，哈，那就是我。不要聊包哥，我都好，你就放个包哥吧，是新的，好不好？邱伟，你选哪一个？我也会选麻将，为什么呢？对啊，因为跪着吗？下流胚子。哎，感觉很漂亮啊！哦，对呀，想说是不是可以跟他一起打麻将这样？哦，帮他换衣服，第一个可以双休哎，这个我不好意思。来，红哥，我选蛋蛋，因为他们那个是邪派嘛，哦，就玩起来会比较激烈，你知道吗？小三个邪派，口味比较重一点。游戏你还不能玩吗？游戏都会玩，你要玩什么游戏？真的，卖照，是不是？你呢？我啊，我为了你们，我去买四台电脑。同时在玩，刚才刀一直出鞘，你没看到？有，因为他们四个游戏都不一样的类型，真的哦。哦，那希望你们能够代言更好的游戏。对，然后呢，也希望那个大家不要去物化女生，不要说他们穿这样，他们只在代表说吸引我们大家的注意力，去注意那个游戏，那个产品，大家不过是个产品，没什么谩骂的。对，然后重要的是男生玩电玩没关系，时间要分配好，哎，好不好？不要让女朋友生气。对，除了睡觉都在玩就好了。不行，不要都在玩。欢迎谢谢四位美女参加国光榜。谢谢。
介绍太糟糕，联谊排除在外。一开始如何自我介绍？来，我们一起跳个舞。我告诉你，我现在啊，我最棒的一个舞蹈。